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健。今天指数虽然是小跌14点，但是今天成交量是886亿，886亿的成交量，这成交量蛮有趣哦，这成交量蛮有趣，今天成交量是886，886告诉你什么？拜拜了，886，拜拜了有两种解读的方式，一种是如果你买错股票，它可能真的，就不会涨了，那另外一种，你买对股票，它就没有低点给你买，真的。就像今天虽然只有小跌13点，但我跟你说的这两股票，来，建和新，今天涨停板锁8000张。什么股票最诱人？当股票涨停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只有我有，别人没有，别人买不到，对不对？建和新你要买不到，对不对？那建和新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们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喜欢在没有上涨之前就跟你讲，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的赖的好友里面，我跟你分享的是还没有上涨股票，还没有涨停板的股票，对不对？这个建和建 VCR 等等，我再放给大家看。那重点你去看喽。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新闻，这是一个今天最新的新闻，台股一级的大户啊，第一季增加2000人啊，第一季增加2000人，你看哦，季成交金额在5亿以上的大户啊。总人数达到5200多人，一季成交5亿，那上市柜1亿到5亿的，总共有还有8000多户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交易超过1亿的，这已经10000多人了，那一季是5亿以上的是5000多人，那代表什么？你不要买多啊，如果你股票小买个1000万，对，你股票小买1000万，今天涨停板就赚100万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涨停板就赚120，而且别人还买不到哦。好，这我等等跟大家讲，获利它绝对不会是凭着想象和希望啊。你要去想，好，这个是郁金光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买郁金光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问我说：“可是它涨这么多啦，现在去买郁金光好像不对吧？”那我跟大家说啊，什么叫做特殊筹码？什么叫做大户啊？你想买1000万，一天就是100万了。请问你买郁金光买1000万，你只赚100万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买，如果你买1000万，你郁金光只赚100万吗？可是重点，人家在买股票的时候，一定把全部的所有故事跟题材都看好。散户跑了，大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的郁金光，买，对不对？接着嘞，涨停，再涨停，然后我说3天急涨之后会休息，休息你要。等那个急跌的买点，买完之后它又开始往上涨停板，你发现什么？不止上涨或者是下跌，好，不管上涨下跌你都赚钱，真的哦。不管上涨或下跌你都赚钱，但是哦，你要买对股票，前提你要买对股票。来，你看这个，我跟大家讲，有一些股票它是上面的，它会特殊筹码来了，散户跑了。所以就像郁金光一样，但是如果你买到下面的五峰，总股东人数新高，对不对？华汉总股东人数新高，同志总股东人数新高。来看一下，今天建和新涨停板，今天3406郁金光近期收盘最高。不过如果你买到五峰8076，华泰，真的哦，真的破底哦，6414，还真的破底哦。对不对？3552，还真的破底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就这么惨了。那你买到郁金光呢？拍谁？所有买的都赚，对不对？你买3003，就等等我放一下，放这天跟这天一下给你看。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郁金光，在这里你说不敢买，我买给你看。买完涨停板再涨停板，我说会压回来，跌停板请你再买，在今天再收盘近期最高。来，简单回顾一下郁金光的维系啊。来，我们今天买郁金光，你不敢相信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们买这里，272到275，三组会员买进，三组会员买，双股会员，大富豪会员跟 VIP， 买进收盘涨停，永老师你表现没有？
所以裕金光涨停板，我们今天买裕金光。如果你是一般人，你一定会说我们是拼生命，但是我不是拼生命的，为什么？你请看来，裕金光，请仔细看喽。总股东人数是绿色这个柱状图哦，最近总股东人数大减哦，总股东人数最近是大减，特殊筹码是大买哦，也就是说散户走了，特殊筹码来了，为什么？听说裕金光，听说裕金光接到苹果的订单，新接到两个，一个 3D 感应模组，好，这过去出货0%，去年出货零，好，今年的话渴望接到55%到65%，这很恐怖哦。本来是零哦，今年可能是55%到65%哦。那相机广角镜头去年也是没有的，那今年可能是1层到2层。那去年还有前镜头的哦，本来就有的那就不算了。这两个是先接到了，本来没有的苹果订单，听说要接到了，啊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来，请看筹码，中股东人数大减，我告诉你，散户，哦，都是散户不敢买的，股票如果还会飙，那它真的就是飙股。真的、啊，哎，你不敢买它为什么涨停？你不敢买它为什么涨停？哎，它涨停板好几千张挂在这里，本来涨停板2000张，直接全部吃光光哎。请问买2000张裕金光花多少钱？你不要管说买涨停板2000张花多少钱，你一定要去算，如果飙上去跟大力光一样，那会是多少钱？我都是算后面的。我跟大家讲，如果飙上去跟大力光一样，那会值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当天裕金光涨停板本来在这里有2000多张挂外盘涨停板，你可以直接吃掉，你看你几家给价了2000几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今天赚多少吗？哦，你中间都不要做价差，不要做价差，今天收盘328，对不对？今天收盘328块，所以你随便买随便赚啊。而且哦，不管上涨或下跌都赚哦，真的啦。来，他这天不是跌停，4162是不是跌停？是不是请你买进？对不对？286、289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涨停？今天是创新高？今天是不是近期收盘最高？那你看一下，裕金光是不是近期收盘最高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前面的我们买多少就不用讲了。我说这个地方继续再买哦。你想想看，台股一级大户，一级哦，一季增加2000人哦。哦，成交量成交金额5亿哦，他只要一天想买1000万，一天就是赚100万。涨停板的话，那我怎么跟大家说？对不对？我说特斯拉计划在广东独资设厂，请问未来利多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除了裕金光之外，我跟你说什么？跟大中一样，营收历史新高，大陆加特斯拉的认证。总股东人数大减代表没有利多，可是为什么别人说哈了？这叫什么？应该是 all in， 你知道吗？全说了，不啰嗦，全说。好，来，跟大中一样，不啰嗦，全说啦。跟大中一样，不啰嗦，全说啦。请问，买股票一定要买涨停板吗？4月10号3003建核心。不用买涨停。4月11号建核心，不用买涨停。今天建核心涨停板，你还买不到，对不对？今天建核心涨停板，你还买不到啊？来，今天涨停，好，锁8000张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。我们现在我们会员哦，我们会员给我们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名称叫 title， 和给我们很可爱的名称叫天下第一镖局啊，哦，天下第一镖局。过去啊，哦，过去是不是这样？过去你有金银财宝运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运送金银财宝，把金银财宝运送啊，有人会偷抢你的金银财宝，所以你要镖局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？现在赚钱什么最容易？买标股最容易啊！来，天下第一标股哦，我们有很多很多标股在里面，包含我跟你讲的大中，包含我跟你讲的裕金光，包含我跟你讲的互动，哇，对不对？你闭着眼睛随便你买都赚钱。可是重点，
我要帮你找的是这个位置的大宗啊。啊，怎么找？怎么找？还没起早前的大宗，6435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宗96.5，这个位置的大宗，我怎么告诉你怎么找？来，你看节目就知道，对，你看节目就知道。来，这一天，4月10号礼拜一，4月10号礼拜一的建核心，4月10号礼拜一的建核心，简单回顾一下，来，当时的威胁啊，啊，谁在这里跟你讲？那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，我今天不只要告诉你大宗我们这样上来哦，对不对？当时跟你讲这个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大宗第二，大宗第二啊，来。特斯拉的计划在广东独资设厂，这今天最新的新闻，《经济日报》。好，特斯拉在广东要独资设厂，在等待大陆批准。那请问，哦，请问有谁？有谁？好，请问有谁？哦，跟大众一样是电动车概念股，而且营收新高之外，他又获得大陆跟特斯拉两边都有认证，而且这认证非常困难，也就是说得到认证人非常少。好啊，你去看这个总股东人数是近期最低，你去想一件事情，总股东人数如果是近期最低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着没有什么利多嘛，这很正常啊，有利多你就会去追啊，对不对？股票大涨你就会追啊，啊没有大涨，好啊又没有利多，你就会减少，总股东人数就会减少，因为你觉得买别的会比较快，可是呢，为什么特定人一直在买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啊，谁会有未来的大力多？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跟大家讲，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好，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这是在我们 LINE 上面跟所有好友分享的，在 LINE 上面跟所有好友分享，跟你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，特斯拉股价创新高，对不对？除了特斯拉之外，还有电动车跟电充电桩，因为你特斯拉是电动车，你电动车你是不是要充电？对啊，充电目前充电桩有谁是获得认证的？有一家建核心，建核心获得 Tesla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认证跟订单，而且它的充电枪、充电桩、油电混合车全部获得德国的一个认证跟 Tesla 认证，而且充电枪是唯一少数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，少数获得质量认证中心的唯一台湾一家。来，持股现涨62%，持股400张73%。总股东人数2年新低，3月营收历史新高。来，我们再来看隔壁这张图。来，我们再坐时光机，回到2天前。坐时光机回到2天前，是不是这一张图？营收是不是历史新高？获得大陆跟 Tesla 认证，总股东人数大减，是不是微信里面跟你讲的？对不对？那请问4月10号呢？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做不啰嗦全说了？不啰嗦全说了，真的啊，给他给说了，全说了，别人买不到的追标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，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用很客观的角度来想啊，一级大户第一季增加2000人，请问他们在赚钱还是在赔钱？他们当然在赚钱啊，越赚越多，股票一直狂飙啊！你不要买，多买1000万，今天就是100万啊，真的啦！成交5亿以上的大户有5000多人啊，超过1亿以上还有8000多人啊，这有统计的以为就10000多人啊，卖买者一支买1000万就好，一天涨停板的是100万。我跟你讲的还不是这样哦。人家敢说了这么多，来来来，下半段我跟你讲，建核心你千万要抱着哦，你一定要抱着哦，因为这个很恐怖哦，真的很恐怖哦。我跟你讲，大众在这里对不对？细仔细抠，来建核心，介绍嘟嘟啊，没赔，拢不给你赔，买是细仔细，好、哦、也是44，好、哦、也是44，来今天50，下半段我会放昨天 VCR 给你看，请问有谁？敢在没有上涨之前跟你讲的这么笃定，没有上涨、哦，涨停板之后你要怎么看读书故事？哦，说什么风花雪月都可以，可是问题还没涨之前你敢讲吗？你敢说吗？
你说了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把它给说了啊，不啰嗦，全部说了 ，all in 了，对不对？天下第一标局，哦，专门代理标股的，大冲起涨前跟你讲，玉金光你不敢买，我赚给你看；互动你不敢买，我赚给你看。涨多了不用追，建核心在这里，还有哦，还有这下半段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好，到底什么样的商机，什么样的题材，会让建核心今天直接涨停板锁8000张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今天指数小跌，但重点不在指数，好，重点是今天建核心，你不敢相信了，它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那它为什么涨停？我跟大家讲，来，现在的大户是越来越多哦，好，如果不啰嗦，全部说了，买1000万，一天涨停板就100万哦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什么样股票你会敢重压？来，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讲？我昨天跟大家讲这个，攻击力对不对？继地基、大中、鸿海之后，好，最具爆发力的 Tesla 稍微股，好友上面跟你分享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分享什么？我跟你分享这，跟你分享这个嘛。Tesla 股价创新高，重点不只是 Tesla 哦，好，它还拥有这个电动车的，它有 Tesla 的认证，还有充电桩的大商机。目前的充电桩，其实很多人想买 Tesla， 可是问题是它不好充电。那未来充电的，就是类似那种加油站那种充电桩，如果越来越多，谁会受惠？谁会受惠？谁今天先涨停板？来，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建核心的福喜啊。什么叫骄傲？骄傲就是你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别人都说黑不可能，就是你办到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，继立基、大中、鸿海之后，另一档最具爆发力的 Tesla 受惠股。我会在 LINE 上面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今天时间4月11号，来 ，Tesla 涨不停，好，马斯克的财富已经水涨船高，好，已经水涨船高。那请问你去想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Tesla 股价创新高，对不对？那你去看 Tesla 的股价，它现在总市值已经500多亿美金，已经超过美国通用汽车了。好，那 Tesla 是电动车嘛？啊，
请问你电动车要怎么加油？哦，电动车不用加油，电动车要加电。好，对，好，来，电动车如果未来越来越多，那是不是你要充电？那充电很简单嘛，电动车的充电跟我们汽车充电一样，我们汽车是不是会去那个加油？你加油一个加油站里面是不是有类似这个？那未来电动车也是会啊。那我们先去看中国大陆，它的一个新能源汽车，它的预定推广目标是到2020年推广到500万辆，到2030年的话会变成5000万辆，因为这个是又过10年之后。那我们先看3年后的2020年，它需要20000座的充电站，也就是类似加油站，一个加油站里面20000个充电站，那充电站里面要507个充电桩。好，这是到3年后，2020年。那目前呢，2016年6月底啊，它目前的充电这个一个柱子，这个充电桩，它有这个充电桩跟充电这个，总共是8万加5万，总共才13万哦。到2020年要有几个500万个哦，那到2030年要几个5000万个哦。所以呢，现在你所看到的，哦，你现在所看到特斯拉，哦，你看到特斯拉的股价大涨，创新高，它告诉你的是未来，哦，商机就是特斯拉之外还有什么？还有充电嘛，对不对？充电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谁拥有 Tesla 的认证，又拥有这个的庞大商机？一家公司拥有两个哦。他不只拥有电动车，不只是 Tesla 相关的一个授权认证的一个厂商之外，他还有这个电动桩的哦，这很重要哦。我跟大家讲，哦，见核心，好，来，你去看一下我们的 LINE， 哦，在我们的 LINE， 哦，我不会跟你乱讲哦，在我们的 LINE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大涨的定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在，这个是那个，我跟你讲说大中创造那个，请你干嘛？哦，这些请你拭目以待，不要乱买哦。哦，拭目以待哦。哦，拭目以待哦。那我今天一早8:52，今天一早8:52，我们跟你讲，今天一早开盘前，是不是这样跟你讲？请看今天见核心。我没给你遮，没给你盖，不用遮，不用盖，直接涨停板锁8000张。我有个会员，他本来已经买了100张，然后直接，因为他是大牛股，所以他涨停板的时候他想说，我等到涨停板再来买，哦，再加码个30张，哦，结果呢，本来今天建和新涨停板外盘是888张嘛，他今天还没涨停之前外盘是888张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本来会员他本来100了，然后他要继续再加码，涨停板。看他锁起来的那一下，再挂30张进去，结果呢？结果锁1200张，一张都买不到，到收盘都还没买的，就只有一开始的100张。内心点点点，叹息气。为什么觉得叹息气？因为这些东西是在没有涨之前我就跟你讲了嘛。我请问你，什么样的股票会在没有大涨之前你敢说哈？你敢吗？一定是背后有利多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背后有利多嘛。请问什么最标？别人买不到的最标啊！来，建核心，我在那上面跟你讲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跟你乱讲股票，我们股票也非常的少。我们看这个地方，我们看这个蓝色就好，我们这里蓝色大一点，对不对 ？Tesla 是同时获建核心是同时获得 Tesla 的双重的订单之外。包含电动车的充电箱、充电桩、油电混合系列，全部都获得很难得的一个认证，而且充电箱是获得中国、美国、欧洲的认证，而且取得中国的订单。哦，充电箱的规格是少数通过中国质量中心的认证，持股超过1000张占比62%，400张占比73%，总股东人数2年新低，三月营收历史新高，什么意思？你今天看到新闻台在跟你讲的历史新高就是这一支啦，我跟你讲吧。请家人来讲啊，4月12日来讲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很容易买？这么多，这么多嘛可以买，对不对？想想看喽，来，天下第一镖局，对吧？天下第一镖局，过去哦，人家是送那个送钱，我们现在是送标股的，我们是送标股的，大中不多，43块，来6435，请问接多少？96块，哦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后知后觉？后知后觉就是涨了这么多，你40几块钱，你买这样可以赚1.2倍哦。你1.2倍不赚，在这里放空大中了，那叫后知后觉。
这个大中融券要回补，你今天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1.2倍你不赚，对不对？玉金光，好，这个废话不讲，建核心，然后我请问你哦，有谁跟建核心一样的？请问有谁跟建核心一样的？好，全部给你说了，什么情况你会说？这两不是建核心哦 ，I 八大订单，总股东人数挂牌新低，特殊筹码挂牌新高。请问什么时候你会说一单股票？不啰嗦 ，all in 啊！来，不啰嗦 ，all in， 你会怕，但是大户会很开心。等到它涨停板的时候，小压个1000万，一天就是100万，真的。来，天下第一镖局，好，邀你来跟我们一起共享这些镖股。任何问题，欢迎你来电做询问，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住，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一旦近视未加以控制，可能变成高度近视。近视越早，度数增加越。